五百年前，齐天大圣孙猴子大闹天宫，最后被如来佛祖收服，押于五指山下，说明五百年后会有一圣人来解救他。老猴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。今天就满五百年了，那我可以自由了。你们几个真的没事可干的吗？为什么老是来搞我啊？哪有人会来救你啊？如来佛骗你的。几个月前你就说满五百年了，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啊。我少算了几个闰月嘛，你们懂什么？你懂，你懂，你懂，懂，懂。哎呀，懂不懂？干嘛用石头扔我？懂不懂？我保证我出来之后呢，你们一定倒大霉了。有人来再说吧。喂，你是谁？路过的。哦，等会儿吧。你就是齐天大圣是吧？我没做齐天大圣很久了。那就对了。哎，观音大士有份礼物让我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是不是可以帮我出去的？是啊是啊，如果戴上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观音大师跟我说你会做我的大徒弟。我会收三个徒弟保护我上西天取经的。快给我戴上吧。这么说你愿意做我的徒弟啦？我当然答应了。那你叫声师父吧。师父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刚刚好。好看吧？暴力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在叫我吗？是啊，我帮你改了个法号，就叫悟空啊，好不好听啊？别闹了，真是呆子。喂，等，你先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，我有话要说的。观音姐姐说了，你会反悔的。如果你非要走的话，我就可以收拾你。你说要收拾我？来呀，收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收啊！我看你怎么收。哎，你是不是偷得很爽啊？收啊！你偷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跟你不客气了，好吧？怎么收啊？啊！哎呦！你施的什么妖法？啊！
什么？不要再念了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！我求求你了，师父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师父！玄奘可以停了。神仙姐姐，这个死光头他欺负我呀！孙悟空，你命中注定要保护玄奘法师上西天取真经，你是否答应？我当然答应啊，非常之乐意。那就对了，金刚圈是有神力的，只要你对师父是真心真意，协助他一起去取真经，你师父就不会念咒，金刚圈就不会对你有效。哦，谨听法旨。谨听法旨。悟空，起身吧。多谢师父。师父，你以后叫悟空，不要顽皮了，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要再捅我了。你现在跟我去流沙河收一个徒弟，以后你就是大师兄了，很威风的。哎呀，还有个下属啊。这个可以有啊，师父，上路吧。嗯，上路。哎，悟空。啊。这是什么？取真经路途遥远啊，穿这身盔甲太重，不舒服的。换这件衣服吧。啊。嘿嘿嘿。师父，你真体贴呀、啊。那多谢师父了。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不要被其他妖精捷足先登。知道，我们也去。我不怕你们吃了我的唐僧肉吗？小七，快点去。明白。这几个就分给你们，慢慢享受。谢为好。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唐三藏是也。师父，我等了你很久了。真的吗？我帮你改个法号好吗？你这么黑啊，改个名叫悟净。多谢师父。悟空啊，师父，
这个是你三师弟，你以后要好好管教他。那他是三师弟，二师弟呢？二师弟啊，随缘喽。哎，喂，起来吧。以后呢，这些行李由你负责了。我？你有看到其他人在你旁边吗？没有啊。那就是了，是不是挨打呀？长得那么帅，脑袋那么灵。悟空啊，师傅，现在可以上路了。喂，师傅，这天都快黑了。现在上路，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现在赶路凉快吗？那些妖精晚上睡觉的，现在安全很多的。那些妖魔鬼怪呀，当然是白天睡觉，他们到了晚上才会出来玩的。再加上他们知道你是金蝉子转世，吃了你呢，可以增加千年道行，就是熬夜，他们也会出来吃你的。这是谣言，快走。老板，万福啊！啊，小僧是由东土来的，法号玄奘，想向施主化缘。你也叫唐三藏是不是啊？正是。高老庄高庄主啊，听说唐三藏会经过，要我们全镇上好好伺候。快进去吃吧。哎，这边请。你最好不要打他们的主意。是威后的，咱们走着瞧。那你最好小心一点。今天的斋菜相当之丰盛，我们要吃饱一点。如果吃不完，包起来再炖上吃。哦，是师傅。喂，你们谁是唐三藏？阿弥陀佛。悟空，不要惹事啊！他们扮师傅也是给师傅面子。行，唐三藏坐下，孙悟空全都给我站起来。哎呀，这些不归你管了吧？嗯，你是孙悟空？你看我不像孙悟空吗？像。你也是孙悟空？我不像孙悟空吗？厉害！师傅，我真的忍无可忍了。哦，孙悟空。哎呀，看你们还敢假扮我和师父。你又打人了，你再打人的话我就念紧箍咒了。你千万不可以，师父，那些是人是妖还不知道呢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一天呢就批准我打一次，怎么都如果我再打呢，你再念吗？师父，不是只有一次啊。多谢师傅。别走！悟空，放开！放开他！悟空，哇，找不到你。大叔，到你了，快点。哇，你的兵也好厉害呀，可以走鞋呢。嗯，你的胆子
子可真大呀！不要杀我！你别浪费我老孙的时间了，我给你三句话去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？这什么？第一句，最后一句吗？这是第二句，你只剩下最后一句话了。慢慢想，想清楚再说。喝完这杯茶再走吧。走啊！哦，最后一句你也说完了，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悟空，你不可以杀人的呀！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师傅，有什么等我打完这杆再说吧。你不可以杀人的。哎呀，师傅啊，这两个蛇头鼠眼非奸即盗啊！再说了，妖精啊，他们是妖精，妖精也不能杀。妖精不能杀，那什么可以杀呢，师傅？因为你也是妖精，难道我也把你杀了吗？我是好的妖精啊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他们的道理。好啊，你想杀他们，你先杀师父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现在你是想吓唬我是吧？严格上来说，我吓唬你有余。来啊！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事慢慢说啊！小骨头，你不要后悔呀！你冲！你，我看你还能怎么吓唬我？搞定下一个。师父，不念了，大师兄受不了了。他也是一时冲动啊。师父，哎呀，悟空，众生皆可成佛。当年如来佛祖也是怀着这份信念。你大闹天宫，犯下弥天大祸，佛祖不将你消灭，将你压在五指山下，让你反省500年。但你没有好好反省啊，你还变本加厉呀！你那两只妖精心怀不轨，虽是会对师父不利，我只是心下受一枪。你还狡辩？我知道你有毁天灭地能力，所以我要将你好好管教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就会祸及苍生。好，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威后，唐三藏好像快要到了。带小七回来，我们里应外合，这个唐三藏肯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这话呀可要说清楚一点，这唐三藏是我们威后的，可不是我们的。小七，不是叫你去监视唐三藏了吗？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威后，在牛家镇的时候被孙悟空发现了。我叫你去监视，怎么会被发现？因为有一只狼妖，他对唐三藏他们也是虎视眈眈，被孙悟空发现差一点被打死。我一开始只是想救他，可是打不过孙悟空。谁叫你多事的？
那现在打草惊蛇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只臭猴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哎，师傅，我看天也差不多快黑了，不如我们在此借宿一宿吧。也好。好好好，就这样。老爷，这三位是自称来自东土大唐的唐三藏三师徒。圣僧，您终于到高老庄了。施主有礼，施主有礼。我是这庄的庄主。哎，悟空，别无礼，站回这边。哎，是师傅。高庄主，你今天好像有喜事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小女马上就要嫁人了。新郎啊，他愿意入赘。恭喜高庄主，恭喜。圣僧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请，请。里面姐挂得不错啊，一会儿把这个再往上提提。郎君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都快过来。老爷，圣僧来了。贫僧玄奘有礼。在下朱郎君，圣僧有礼。我是他三叔，别人也称我三叔的。哦，明天是爱女的喜宴，圣僧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在庄里住两天，喝杯喜酒可好？就这么定了。来人，哎，老爷，好。岳父，我跟三叔还有要事要办，我们先行告辞。圣僧，请，先休息一下。喂，侄儿，刚才你是否留意那个毛脸猴？一进来就盯着我们两个，他的眼神犀利，不知是否能看出我俩真正的身份。如果是这样，倒不如我们先走啊。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啊？我是不会抛下玉儿的。是，但你想想嘛，你现在没被揭穿，到你大婚之夜，他再揭穿你真正的身份，到时候玉儿一样会一走了之的。哎，那我想想，怎么去跟玉儿说。去吧。不对呀，先下手为强，搞定那个猴子再说。死了吗？你说呢？你的兵器啊，用来打小子瞎子。原来大家都没睡，那就好了，我就去买点小料家回来给大家做宵夜。一棍就被我打死了。师兄好棒。三叔，三叔，你杀死我三叔。喂，你两只妖精幻化人形迷惑少女，不该死吗你？孙大圣，我是真心喜欢玉儿，绝无欺骗之意。那你有没有给他看看你的原型啊？嗯，我怕他害怕。那就是欺骗喽。我和玉儿两情相悦，为什么你不可以放过我们？放过你跟那头大肥猪，那我也可以放过牛魔王吃小孩子，阿白骨精也可以跟太子成亲喽。我不许你拿我们来开玩笑。你凭什么不许我开玩笑啊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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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杀了你！师兄，我帮你！
不行了，你继续吧。哎呀！喂，你快回去！走啊！走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我问你服输了没有？今天算你走运，我给师父面子，饶你一命。机灵的就马上离开高老庄，不要再迷惑人家高大小姐。大圣爷，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跟云儿道别一下。来。多谢大圣爷。在一起一辈子的玉儿，我们还是迟点再成亲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得了怪病。那就赶紧找大夫治啊。没有大夫治得了。哇，你突然变胖了好多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喜欢胖子。耳朵大了有福气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都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，你还能接受吗？我将来也会变老变丑，你倒是不准嫌弃就行。你真的相信我得了怪病吗？嗯，夫君说的话我都信，不然以后没有互信那怎么行啊？对我真是太好了。我真天真，人妖殊途，人怎么会接受妖呢？还是那么丑的妖。妖，你就像是妖。昨晚观音姐姐跟我托梦，她说你原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，因调戏嫦娥姐姐，所以被贬凡间。观音姐姐命令你做我徒弟，保护我去西天取经，事成之后可以成佛，重返天庭。师父，我记起来了，师父。记得就好，不如我帮你起个法号啊，一个叫悟空，一个叫悟净，你就叫悟能吧。因为你凡心未了，色心未清，要谨守法门八戒，你另一个名字就叫八戒，记住了。知道了，师父。起来吧，悟空。哎，师父，我们启程吧。是。高庄主，有缘再见。哎，欢迎你啊，二师兄啊，多多关照。
哎，是师傅。今晚我们就在这儿过夜，天亮再启程。遵命。真的很想你，为何偏偏要在成亲前一晚我们才分手？我真的很想你。那你有没有想我呀？那当然没有啊。三叔，你为什么还没死？哎，我没有死，不过那只臭猴子一棍就把我的魂魄打出来了，现在就这样，我只剩下魂魄了。小子，看你样子好可怜啊！你也觉得我可怜？我和你一样也可怜，你不知道有多冷啊！不如借你的身体给我躲一躲，暖和暖和。喂，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你想也不要想！不要！哇，跪！哇，这里好暖和，好舒服呀。是，但你不觉得里面非常挤吗？我都不介意挤，你怎么会介意呢？那说是说，千万别蠢吧。如果要是被我大师兄知道，一棍打到你魂飞魄散的，我告诉你，没问题。唐三藏几师徒今晚就会进入我们盘丝洞的范围，你们要施展浑身解数，我今晚就要见到唐三藏。是。兄为什么突然之间停在这儿？安静，大师兄做事不喜欢人骚扰的。我问你，现在他在做什么呀？他当然在做保护师父的事和保护我们嘛。哎呀，报告，前面呢有很重的妖气，只不过呢我看不到有妖气。八戒，为师口渴，你去打水回来给大家喝。知道了师傅。哎，不用去得太快嘛，就算是有妖精，我老孙也两下子就把他们给收拾了嘛，是吧？我就是不想你杀生。八戒，去打水吧。知道师傅。侄儿，你看看对面美女呀！看什么呀？师傅在等着，走吧。你已经做魂了，能否不要太风流，断六根可以吗？我就是做鬼也是风流鬼，你就让我风流一回。三叔，你真是。哎，
那我的身体只是借给你而已，要还的现在你就还给我。好啊，三叔不要太过分啊，我只是看看而已嘛，我脸都被丢尽了，这里都是美女，这就是缘分。三叔，哎呀，不是，你好可爱哦，你怎么长得那么白呢？不是啊，又黄。哎呀，你们庄重一点啊，我本身是个出家的，绝对不近女色的。这算不算嘴上说不，身体却很诚实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你的手，我手怎么了？在哪里了？哎呀，三叔，你不要啊！哎呀，朱郎君，玉儿，玉儿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别走啊！玉儿，别走啊！哎，郎君，郎君怎么会这样啊？不，他不是这样的。可我刚刚明明看到他左拥右抱，面目可憎，难道是我看错人了？哎，你好，这是哪儿？来这儿了。姐姐姐姐，请问这里是哪儿啊？过来过来，来呀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姐姐，等等我呀！来呀，正好在这边。来呀，来。玉儿，玉儿。很重啊，看来再进去你和我都会自身难保。为了玉儿我死都不怕呀。但我怕呀。你怕什么呀？你死过一次的吗？你怕什么再死啊？你是魂魄吗？我说了我没死，是我的肉身没有了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，这全都怪你啊，哪个像三叔这样好色的呀。不要了，我不借身体给你了。不要啊，侄儿。白天我不能出来啊，给太阳一晒就魂飞魄散了。我管不了你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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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高大姐，借身体用啊。哇，哎，三叔，你连条狗都不放过。你是不是还在等水喝呢？我看你先带水回去吧。是啊，你不提醒我，我差点忘了。但是玉儿她，玉儿，这样，你帮我去找玉儿，找到时候你记得帮我解释，都是你好色的原因。我现在去找师父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为后，这几个和尚根本就是没脑的呆子。本来这个头大耳肥的猪妖已经被我们的美色所吸引，只是后来。这点事也办不好，我要你们来干什么？唐僧，我要定人，吃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。现在都送到盘丝洞口了，如果我不吃，岂不是被天下的妖精耻笑？但我们吃人肉也都吃习惯了，身上妖气这么重，怕是逃不过那破猴的火眼金睛。小七，你从小就不吃肉，妖气最轻了，由你去引诱唐僧就最合适不过。为后，我不合适。上次
我去打探消息，差点被孙悟空打死了。我看不惯你这柔弱的眼神，但唐僧见你那么楚楚可怜，定能打动他的慈悲心。你知道怎么做吗？我不敢。你吃素，我不是。给我带唐僧回来，如果失败，我吃掉你。你只要带他回来，我自有办法。哼，哎，水来了！哎，水来了！你搞什么鬼啊？拿什么水啊？正流水吗？拿那么久，师傅快给你渴死了！你不要时常骂师弟，大家和和气气的嘛。那你这样说，明显是偏袒他。你不要这样说，师傅。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，我也会帮你的嘛。什么？哎，师傅。好，哎，师傅喝完了，我们就请上。救命啊！哎，哎呀，好凄厉的叫声啊！触动了我的恻隐之心，你们去查清楚。悟空，怎样？他身上呢没有妖气，但是有点邪气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我问他伤成怎样。他被捕兽器夹到脚了。阿姐，你去帮把手。好，阿姐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是。师傅，他的腿夹伤了，还流了很多的血。这位姑娘，你为何一个人走进这个森林呢？师父，我家就住在森林的西边，我每天都会到这里来采花。今天不知道是谁放的捕兽器，我不小心踩进去了。师父，我看他这个腿伤成这个样子，应该不能走路了，不如我们送他回去吧。说得好，那我们送你回去吧，好吗？这样会不会耽误你们的行程？不怕，八戒帮忙吧。好的，来。多谢。八戒，你牵马吧。哦。就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女儿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我在山上受了伤。是各位大师救了我。哎呀，几位大师，多谢你们救了我家女儿，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才好啊。夫人，你严重了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大师，请坐。去，备茶点水果去。是。几位大师，先用点茶点水果，斋饭马上就好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全部都是妖精啊！他们。悟空，不是说过我一天可以打一次妖精的吗？杀人了！大师，他杀人了！来得正好啊！住手啊！哎，师傅，你说话要算数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大师兄，最好先查清楚。哎，全部都是人啊！他们听没听到？全部都是人，哪来那么多妖怪啊？那些妖怪先害死他们，然后才上他们的身吗？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？不可以！哎呀！悟空，我命令你立
立刻停手！哎，快点去帮忙，去帮忙！哎，师傅，帮大师兄就没问题。如果帮二师兄，我不能陪你，我直接上青天去了。师兄啊！哎，撑住，撑住！八戒，你没事吧？妖怪，住手！师傅，他要杀我！住手！师傅，他是妖怪呀，等我收拾了他再说好吗？冥顽不灵啊你！我要你逃逃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真对不住你啊！师傅，老夫人早就死了，这个是只妖精附体的。不过这只妖精已经走了。住口！畜生，你看看，遍地尸骸，都是妇孺之辈。都是你这畜生所杀的，你作孽！师父啊，喂，因为你看不见妖精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那你看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真的以为是香蕉吗？全是尸骨啊！这个是你的障眼法，我不相信你的话了。不相信？好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刚才是西瓜，现在也是西瓜。吃给我看。好。哎呀，不要吃了！你看你呀，都有崩牙了。是你用法术把它变硬的。现在为师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。极品呐、啊，极品呐、啊！这是什么人呐、啊？你杀了我吧！哎呦，出家人不会开杀戒，但是我会令你痛苦。师父，师父，不要！我问你，刚才这些丫鬟家丁和老夫人求你的时候，你有否放过他们呀？为师父，我真的是在保护你呀，你不能不相信我吧？我信，我信我亲眼所见的事。你不信，那我怎么帮你斩魔灭妖，护送你一路上西天取经啊？如果生灵涂炭才可以上西天的话，我想佛祖也不会把真经给我。悟空，你走吧。你不要后悔啊！我绝不后悔。服不了你，你甘心情愿做一只凶残的畜生，我不留你，从今斩断师徒关系，你走啊你！你真是好笑啊！原来师父也会开玩笑的，你说好笑吗？你没有幽默感了。我绝不是跟你开玩笑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再无瓜葛，我们生死永不相往来，你给我走！走啊！
他不见了。哎，大师兄这样杀人全家，不吓到鸡飞狗跳才怪。大师兄真的不会来拉师傅。我们继续上路吧。我们出家人不可以浪费食物，将圣果也带走吧。师傅，你说的圣果是不是这把香蕉啊？还有这葡萄。老沙，你把这个西瓜也拿上吧。西瓜，这是西瓜。没了臭猴子，唐僧就是我的嘴硬。剩下的猪精和鱼贯本领不大，凭你们几姐妹足够应付。你们这帮蜘蛛精想捉侄儿和唐僧没那么容易。威后，容我们把唐僧抓回来，你可以练神元体的时候当主宰。好好，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就用我们昨天抓回来的驴子。小四，在。这个女子和朱晶有一段孽缘，先灭掉朱晶，再带唐三藏回来。是，威后。小七，你留下。知道了。快去告诉侄儿。我能，我行。师父好饿呀，你们出去挖一些番薯啊芋头回来烤了吃，只是饿呀。啊，师父，我们不是带了些西瓜葡萄香蕉，要不要我拿给你吃啊？你过来。哦，什么事师父？你站得这么高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香蕉、葡萄、西瓜，还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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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明知道自己错怪师兄，现在下不了台阶，还那么多话，这个人真是蠢到极点啊！师父，不如等我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地瓜，挖回来烤给大家吃，好吧？快点啊！好。啊，老沙，你在这里保护师父，坐远点，不要乱讲话呀。朱郎君，玉儿，玉儿，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呢？我想你想得好苦啊。你走了之后，我日思夜想，所以我就逃了出来，到处找你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却左拥右抱。左拥。那不是我，是三叔，他附在我身上。算了，我不怪你，我现在只想抱抱你。怎么了？你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。现在我的责任是要护送师父去西天取经。你的责任？那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，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。但是世间七情六欲需要会会剑斩情丝，半戒你也要跟玉儿施主说个清楚的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说清楚。我好想你啊。
人！三叔，哎，这是，这个不是玉儿啊！玉儿被蜘蛛精害死了，蜘蛛精附在了他的身体上。现在知道，未免太迟了吧？玉儿。你舍得在玉儿身上打九个洞吗？哎呀，婶婶，你再这样，你会被他打死的。但是他真的是玉儿的样子，我不忍心打下去。哎呀，你用耳朵蒙住眼睛不就行了？流沙河吃人，什么事也没用。自从跟了你敢吃素，我现在要给人吃了。哎，真的是善没善报，恶没恶报啊！母亲，你不可以这样想，会有报应的。你也快死了，有什么报应啊？好，你坐过来一点。啊，是。是报应是吧？报应是吧？报应是吧？这就是报应。师父，我以后再也不乱想了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就别想了。哎，小青姑娘，这两个是妖精来的，你快点走啊！不行，他们在笑什么呀？说吧。师父，你不打我，我才告诉你。我不打你，你说吧。他们三个都是妖精。啊？三个都是妖精？啊！不打我的，母亲，母亲，笨和尚，不要啊！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啊！明天就是威后练神元体的日子，而你就是他的一道主菜。主菜？不要啊！我这和尚肉又韧呐，又老啊，又臭啊，不好吃的。谁不知道你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啊？只要吃了一口你的唐僧肉，就能长生不老，增加千年大寿。这就是谣传，是假的，是谣传。小六，不是真的。趁威后现在不在这儿，不如我们偷偷的咬两口。咬哪里呀？耳朵。不要啊！不要不要啊！救命啊！那阿弥陀佛如来佛祖，小六，菩萨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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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是威叔，快走。
大师，我不吃人的，我从小就吃素。只是姐姐们太残忍，如果我不听他们的，他们就会吃了我。大师，你说我能信佛吗？小琪，人可以成佛，为何妖不能成佛？只要你坚持信念，终有一日可以悟道，升登佛国的。我相信你的话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连这都看不出来，还要赶我走？啊！我看看你没我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怎么去西天取经？一个一个的，气死我了！我先睡觉。四小光头，明明跟你脱离了师父关系，你这也不放过我，你是不是人呢？看看你在干什么！来，我一定会保证你周全的。你看你满脸三叔的衰样。哦，你稍等我一下。给了吧，我们走。哎，妖怪的声音不是这样的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嗯，走了。哎，都说做戏做全套啊，起码把我绑着进去啊。哦，也对哦。做戏要做全套，那就再多一点点喽。走。恭喜威后，月上中天之际，就是威后吸取那和尚真元之时，威后功力与天齐，称霸天地人三界的日子就快要到了。很快我就是三界中法力最高的女皇，他们在天上，我在凡间享乐，为所欲为，哪个也管不了我。快点儿，跪下。小四，让你去抓这只死肥猪回来，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是你退步了，
还是背着威后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这头死肥猪狡猾得很，不战反逃。我是怕他回去找那只死猴子求救，所以整整追了他一日一夜才回来复命。反正也没有人看到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啊。别吵了，抓了头死肥猪回来，你们就有了大餐，还想怎么样？小厮，把那头肥猪和和尚关押在一起。小四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这么多洞，我才刚回来，我哪知道和尚关在哪儿啊？真是麻烦，算了，随我来吧。起来，走。没死啊，师父，徒儿没用啊。要相处就抓紧时间，很快你就大限将至了，本和尚。真不知道你还穿着这身臭皮囊做什么。算了，你就留在这儿看守他们吧。好吧。这不是康老庄的小姐吗？究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是三叔啊，我被那个孙猴子把魂给打出来了，玉儿已经死了，我就先用一下她的身体。哎，师父，这件事啊，说来话长了，我晚一点再慢慢解释给你听啊。我们现在快点走吧，好吗？啊！打！喂，喂，老沙，起来。起来呀，起来，走了。二师兄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这是啥？走啊！那边呢？这两边呢？找你。快点走啊！不要动手，他是好妖精来的，不要伤害他。你们跟我来。跟他走啊，他是可以信任的。哦，走。快快快，到洞口了！快，前面就是洞口了。快点过来！小七姑娘，师父，救我！救我呀！救我！等你们都到齐了，我一锅端了你们。怪不得小四去了那么久，原来早有古怪啊。妖精，小七，为什么你要背叛我？看看你做的好事。都是你害的，今天你们全都是我的大餐。你的目标是我，你又何必那么残忍地伤害其他的人呢？不要再假仁假义，你大徒弟背叛你，二徒弟受伤，三徒弟被擒，都
都是因为你愚昧所造成的。什么人和妖也可成佛，那些个屁话还亏你说得出来。说到残忍，你们人类比我残忍百倍。是我错，是我错，怪我大徒弟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所有人啊！你抓我呀！我师父真伟大，不枉我在五指山压了500年，我一定要保护他到西天取到真经。老师，准备好没有？我等了很久了。就凭你们两个？老子！师父，悟空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呀、啊。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呀、啊。悟空，大师兄，终于回来了。
处有危险，去帮他。行。师傅，想不到你这么能打，你原谅悟空啊，带我上西天取经啊！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全部都听你的。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师傅厉害吗？是啊。玄奘，你命中注定会有一劫，我现在赐你一次法力，可以恢复你前生金蝉子的力量，使你能自救或救人。你要好好利用。玉
这辈子不能与你做夫妻，希望下辈子我们可以再续前缘。三叔，去到极乐之后，你便可以自由自在了。小七姑娘，虽然你是妖，但有佛念，你一定会去到瑶台的。我一定会请嫦娥仙子好好的照顾你。我们要启程了。